点就有关注了。没有，我在那边吃水果了，我刚塞嘴里面，怎么突然间就没了？尴尬死了。关注失败，不能吧？那可能是那个你官方问题，或者是你手机卡了。为什么换人呢？因为他时间到了。每个人只有十五分钟的，十五分钟的那个用户方问题可能吧，我也不懂啊。然后跟你们跳舞，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，谢谢九来吧，谢谢就在这里。然后你是电脑吗？电脑是这边，电脑是这里，直播通知勾一勾，或者是你们不会的可以这个右键关注他右键。哎，你们有星星的可以这边签到一下送一下秀吗？你们电脑我可以送一下星星吗？声音原来就这样吗？不是，声音沙哑了，声音直播给直播哑了，然后原来声音其实挺可爱的，现在声音就不可爱了。嗯，来给你们跳舞，太好笑了。
一般般。好，大家欢迎，欢大家喜欢主播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。哎，这是时光点吗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这样子就很尴尬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什么歌？刚刚那首歌叫《上和下》。刚回来，你这是半夜出去嗨了吗？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点点关注，我是新主播，不会跳舞不要吐槽好不好？半夜起来跳舞容易吗？跳。然后就在招生场地场控啊，场控，如果有想要做场控的可以那个私聊下面去上个黄码。手机用户记得点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啊。对，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。哎，你怎么会来官方啊，时光姐？Never ever 포기 못해요 Never ever 나 이렇게
次看这么性感，那是你很久没有看我了。然后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点点关注，你应该也很久没有看到静静了吧，现在我们跟静静一起直播了，平时穿那么多也没有很多啊，平时你应该很久没看到静静了吧，我一会儿跳完之后就要回去直播了，然后静静也在我直播间。我最近旅游，那你现在还在旅游吗？然后再来啊，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手机户点下头顶上的关注，电脑用户勾下小角的直播通知，然后再给你们跳个差不多就好了，跳这个。刚喝酒回来，看一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是白天直播，白天直播晚上睡觉，但是我晚上还得半夜起来跳舞，我也是醉了。